弓箭手，言而无信，卑鄙！那些遗老遗臣们没有教过你们吗？现在没有什么君子了，只有成者亡，败者寇。给我放箭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 是我家人给安里捐的功德，望您收下。阿弥陀佛。对了，住持，我刚刚看到知府夫人的轿子已经到了，还请您帮我从偏门引开，不要冲撞到夫人啊。大人已经到了，我今天怎么睡得这么迟啊？ 你们快随我从偏门出去，这样就不会撞上他们了。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没资格提问，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李四星将军现在何处？是死是活？我不认识什么李四星将军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再敢说半个不字，我要你的命！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孙福，你以为你改了个满族名字，阿克塞纳穆泰，我们就认不出你了吗？我真的不是知府大人，我只是他的替身。替身？如果真的孙福去了，那陌生和倩影不就危险了？大人，怎么样？他们两个有消息了吗？父亲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他们两个人，可能是偷懒去了。不对。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，其他人收好了，跟我进去。放肆！佛门清修之地，岂容你们在这胡闹？退下！大人，小的们不是担心您和夫人的安全吗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北郊。是。 本官的性命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夫人现在何处？如果老实交代的话，本官或许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；如若不然，哈哈哈，弓箭手，慢着！老爷，快放了我夫人！ 若我夫人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要了你们全部人的命。孙福，想不到你一个贪生怕死、卖主求荣的人，对你自己的女人，倒还算有点情义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孙福，李四星将军到底身在何处？是死是活？没想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余孽还在兴风作浪。李四星将军到底在哪儿？就你们几个毛头小子，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 你让你的弓箭手退下，放了我的朋友，我就放了你的夫人。二换二，除了我夫人，还有我那替身，一并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走。
弓箭手，言而无信，卑鄙！那些遗老遗臣们没有教过你们吗？现在没有什么君子了，只有成者亡，败者寇。给我放箭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